我很喜欢从日常的场景里挖掘灵感，像是街道上的水果摊、天桥上的无人走廊，把它们融合当下的心情，画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引起共鸣。嗨，我是阿莫，是一名插画家，擅长营造作品的视觉情绪。我在创作时会特别注重人物表现、情境构图以及色彩氛围，仔细平衡画面中的每一个元素，堆叠故事张力。我们会从头开始扎实绘画的基本功，并进一步学习各个情绪氛围适合的构图法则，然后用配色、藏色、打破固有色彩意象等等技巧，设计出张力丰富的场景。我们也会拆解大家画人物常有的问题，一起从骨架开始画出五官表情、动作姿态、如头发造型。我会在最后完整示范作画流程，让你看到我的构想过程，了解我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。我希望可以透过作品传递感动，把我看到的缤纷世界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这样的悸动你可以一起体会。